今天看完学到最好的英文是什么 ？Hi Barbie。OK， 各位，今天来一个小短片。我们花了这辈子，我们两个看过最贵的电影票。我们两个花了。电影票在哪里？拿一下，拿一下。电影票在哪里？电影票，我电影票嘞。嗨，我们两个花了。哦，他花了。他花了，花生什么数比？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会妥协说来看吗？因为这个家会不会送一个我超想要的，他送一辆芭比的车车。如果现在我跟你说里面其实没有电影票，你会帮我载对不对？对。电影票，哎呦呦呦，各位不要换，不要。而且重点是那时候我去买票，因为我是在他们开预售票那一天，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要去买票，然后我就说我要两张芭比啊。然后说 Barbie 应该是我才要这么小声的，然后他直接就去买，好像是我们那一场算很前面买的，对，算蛮前面的。然后现在已经收到这样多少，总共多少，2900被妈知道打死，他付的，我跟我妈讲，我要表明他付的。你要跟你妈讲他付的，希望等一下不要很多人那种奇怪的变装，拜托。这个速度慢到有点。这边只要是粉红色的，一定都是要去看 Barbie。到底是太疯狂了，各位。没错，我也有车车，太疯狂了。这个背景都粉红色，到底怎样？你的感想是什么？不够粉，输。好像东西太多，没办法拍。谢谢。哇，都是粉，太疯狂了吧。我们刚才看到有人直接给我穿那种婚纱，跟大家分享我可爱的车车。我头真的越来越痛，这边超多人。哦，我觉得我社恐的感觉出来了，我头超痛的，已经开始社恐。你是社弱？社弱，快社弱，眼睛都是看到同个颜色。Hi Barbie， 好，我们视野就这么好。Hi。欢迎大家来到新一元百的微笑，今天的芭比粉红派对，哎呀，都很可爱呀，都是粉红的。第一排19号呀，可爱的芭比，你选我跟他。再带一包，带谁？好了，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也想要芭比。真的。他的意思是我等一下要买芭比给他。上面有玩具，下面有乐高一点，再有玩具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现在看完这厅有什么感想？泰坦厅。下一个是什么？走木木什么的，好木好好，以后去降落3000，拿这一堆东西，还有海报，好玩吗？还不错，前面很嗨啊！我刚刚后面差一点太尬，我差点睡着。哦，不是，我那会差点睡着。我们要去 say gay 啊！再见了，各位 Barbie。Hi Barbie， 今天看完学到最好的英文是什么 ？Hi Barbie。楼上太多人，我们现在只能跑来这儿，跟大家推荐来这儿拍照。不能告诉别人我们在哪里，不能。不能。提示：灯泡下面。我的车车是我的。你知道最大问题是什么吗？就刚刚在里面，然后当你安静的时候，我的手贱，只能干嘛？蹲那边，很大声。我刚才知道你是蹲噪声有点大声，好尴尬，好尴尬。但是，对，反正比较好玩，可以带。我将它放在我那个91里面。拜拜，再见。